谢谢你们这么用心，让我们觉得就很放心，那我们就自己去做我们自己的事就好了，其他事情就不用去烦恼。对，就是想抱就抱，真的不要想，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真的是没想到就会想了。对啊。一个平常排练可能讲话比排练时间还要多的这种，可以就是一个小时聊天聊半小时，可以聊天的朋友一起参加甄选会蛮欢乐的。把老师也找来哦，对，应该说录音前多给别人听听看。越录会越疲乏、啊，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都是叫什么见好就收，对，不要强求完美。surprise 的就是成品自己本身的你们的那个观众群、哦、对，就比我们想象大，因为票一下就被说完、所以其实很开心，就是身为压力比较年轻的音乐家就不用去担心票房，要找观众来听不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，可以就是好好把握有人帮我们找观众，然后还帮我们宣传，就是什么都弄好，只要好好准备自己的音乐就可以上台，我觉得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。2023成品新生，欢迎大家来报名。不要这样子。